卢鵬亮，哎，如果你今天晚上再骚扰我，再跟我卢，我就告你，提告，我现在保留法律追诉权，，哇，好严重。进去跟他聊聊天，什么聊聊天？他射箭，他到房间检查我的东西，还说哦，哎，我看到什么不顺眼的我就丢哦。你这个有点大声啊，你不觉得？我终于听到你开那个，会吵到你的？不会啊，那是正常啊，你要这种节奏吗？慢慢那个 tempo 你就可以，有点大声了。你试试看吧，你试试看跟着他的节奏吧。你有洗衣服吗？没有。你衣服够穿吗？啊，够够够。洗包是什么东西？眼镜套。哇，我老花了。是的，比较小。对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内衣？没有洗吗？没有。不洗。太大声了，他嫌我手机大声，先影响到两个。我就说，如果我把手机关小，你打呼声可不可以关小？我那时候还没睡，怎么会打呼？那你睡的时候呢？那你也睡着了，你那打呼声，你觉得是隔着房间，我们都听到了，亮哥。